间的方式来处理。那还有滤镜 ，OK， 还有滤镜的功能，就是可以看个人喜好去做。OK， 我了解。等于说就是模拟器一般 PC 模拟器上面有的功能，它把它整合在一起。扫描线，扫描线也可以打开。那你也可以用比较原始的比例下去。OK， 这就是一比一的，也没有到一比一，一比一很小，一比一不会这么大。对对对对。OK， 那我们的话，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做金手指的，对，所以我们我知道，游戏里面都有做金手指，金手指可以自己设定。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有卡夹，你插上去之后是可以把它选择保存到你的主机上面，我理解。之后只要带这台小小的主机出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这个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 car reader， 对吗？可以。所以说，它本身并不具备说，也就是说，我有实体卡夹的情况下，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实体卡夹来运作。可以，你可以插着直接玩。OK， 所以它也不需要转成 ROM 或者是不用不用，你不一定要储存到本机，然后你就是可以直接插着卡夹就直接进行游玩。OK OK， 所以假设我今天没有带，我只有 reader 本体的话，是不能办法进行游戏的，对吧？它是要配合主机的部分。那优点就是主机我可以带着走，然后对 OK， 可以看考一下。哎呦，我知道背面我们有，它是从后面，它是我知道它是一个 OK， 它输出的端子跟记忆卡跟电源都是在主机本体上面。OK OK， 理解。所以说你可以，那它扩充的部分呢？主机本体扩充是透过 SD 卡，还是说就是因为它假设你今天要转存的话，它有一个媒介？对，我们是存在 Micro SD 卡。哦 ，Micro SD 卡后面有一个插槽，就是做 Micro SD 的。哦 ，OK。然后所以说它后面的那个是 controller 的，就接手把的。它做的是前面是 HDMI 输出。啊，我是说最后面那个方格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如果你有以前旧的手把，对，你要任天堂的，或者是说是比较后期的，它都有支援。Okay， 然后它也可以就看一下，它就是用 USB 的方式做连接，所以你也可以在 PC 上做使用。哦 ，OK， 有用。老玩家对这种东西特别有兴趣，所以就是卖这种老玩家啦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确定说什么时候上市吗？或者是那日本是预计10月，那我们现在是我们暂定是说跟日本同步上市。那售价的部分呢？售价我们海外都还没有确定的，日本的话也还没有公布，但大概是预期价格可能会在20000日币。啊，差不多，跟现在跟大家流传的差不多。对，所以我举个例，以超人来讲，像你们有摆出来超级马里奥的卡夹，那超级马里奥赛车，因为马里奥赛车它本身，我要是没记错，它里面应该有一颗特别的晶片，它在模拟的部分是 OK 的吗？没有问题啊，这一颗你可以直接玩一下。好，你们都是直接转？对，我们都是直接转进来。哦，所以它的主界面在旁边是可以让你选择 OK。对，就是一个 front end 在前面，然后你去透过来管理所有的游戏。应该做管理。啊，对，刚 GB 的部分比较特别，就是跟一般模拟器一样，就是你可以选你要用什么主机来跑。Super Game Boy。对，你要用 Game Boy 来跑。Game Boy Color 来跑，或者你要用 SP 来跑之类的， okay。 颜色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。OK OK， 所以它假设有资源，它有资源单色，有资源彩色，你可以用单色来跑彩色的卡夹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对对，这没有问题。理解。OK。那卡带转换的部分有办法实际运作看看吗？就是说现在做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有带，如果需要的话我带卡夹。你有带卡夹？我有带卡夹，我带卡夹。因为你带卡，但是里面已经有灌进去的话，应该不会。我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特别是可以测，但是我没办法让你看我们的这样的主机板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没有要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接上去。我只是单纯想要确定它运作的方式。学到了，要询问说你要不要把要不要安装到 Micro SD？ OK。那你如果说你不装的话，它也会直接在这个画面。OK， 但就是它不会在里面被设置。这里就会写 Card Reader。哦。那如果装进去，它就会像我之前其他游戏直接变成 Micro USB。了解。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直接执行的。那包含它的设定，就是颜色各方面都还是一样可以做设定。对对对。这样子就是直接插在卡夹直接运作。OK， 理解。我先去带一次过。好好好。
嗯哼，这东西询问度目前应该蛮高的。哎、欸，对，还蛮高，而且很多日本人经过，就可能他们本来没有预期会看到这个，然后我理解，因为在日本方面看的时候还没有做任何浪子，都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官网在追，对我一直在追官网，然后后来才知道，哎、欸，他竟然先在 Coffee Taste 做展出，对，时机台湾是第一次，嗯嗯，是最先展出的，理解。好，所以说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帮我试，我想看一下转换的画面。转换，对，就我给你卡夹，然后你帮我做转换没关系。但最后你们可能要删掉，或者是。因为我没有带，如果带卡夹，所以你可以直接帮我。因为你这是什么的卡夹？超人。超人吗？日本。我不太确定，可我记得，因为我随手抓一片就出来了。它是台有分，有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版本而已。有可能。OK。那其实我应该没有特别找哪一块很奇怪的游戏，只是单纯的想要了解一下它的。OK， 有，我在读了。对，但不排除资料没有，但是所以 OK， 对他有可能他没有 data， 那这个 data 部分到时候是会怎么样去补给呢？因为我知道他会有一个不清楚了 ，OK。之后因为这是 demo 版，完全就是这是跟开发版是不同时间，这个两边是独立制作的。我理解。那这个 demo 版的到时候正式版，它是有比较多补强，然后也有语言的选择。哦，包含可能见面会有中文版之类的，还不会那么快追加，一开始只有英文跟日文，英文跟日文吧，嗯 ，OK 的，没关系，我理解。执行嘛，这执行还是 OK 的，因为它可能只是就像它不可能说里面内存那么多加游戏的 DB 嘛，所以有可能是不是透过更新，或者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它如果是模拟器跑的话，它是不是有可能有不可能之后做韧体的线上更新，或者是这一块的？有可能。那他说它可以有更新的部分，那语言的更新，或者是说韧体的更新。甚至是金手指的增加都是他们会提供，然后玩家是可以直接装在 SD 卡上做更新。OK， 对对，透过 SD 卡来做更新或者是 OK。对，你现在还蛮多，也有蛮多卡夹的，蛮多的。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会觉得说，嗯，理解。然后这也是 Final 的这个印刷跟印刷。手感造型是造型不会动了，OK， 造型不会动。印刷的部分会有一点点 OK， 颜色或者是之类的，就手法可能变四个颜色啊，按钮变四个颜色也不一定，应该是不会有啦，应该是不太可能。对，应该都是印刷的部分会有一点小改。OK， 好理解。但是整体上来讲，就是游戏的资源相容度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对，而且手法你自己的 USB 手法都可以自己先读取。OK， 可以进行设定，或者说按键可以自己换， okay. 然后还有连射功能，或者说你自己要换，都可以在 menu 里面做设定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快捷键，像你要随时都可以，我们在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做储存。OK， 然后你这个随时随地储存动作读取也可以用快捷键，还有屏幕截取方面。屏幕截取哦，对，比如他抓到 SD 卡或者是后主机， okay. 你可以选择你要用 PNG 还是 JPG 来做储存。Okay. OK， 理解。然后也可以，你要两倍速、四倍速有啊。等于说模拟器有的功能，对，都支援了，就对了。好，完全了解。OK， 好，应该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哦，它有支援到最多几人同时玩？它最多可以读到五只手把。OK， 那五只手把可能就是要用赫。哪支主机有支援？PC 还是 Sega 的？我有点忘记了。OK， 没关系，我理解。对，那一般来说，我们最多是2到4。对，他们后面有五只，有五个人的。OK， 理解。好，嗯，好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大概就这样。可以特地为了这个带卡夹来测试，对，只是想要看一下它的。然后你玩完之后，它会有个截图，这个截图也是保存在主机里面。了解。对，我本来想说，其实我也是顺手抓，它连 GB 的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 ，GB， 然后 GBC 到后面 SP 的都可以。好啊，然后我都带了。你也都带？有啊，我随便抓两块啊，因为我就想说游戏很多，这些都可以支援。对，有11种，可以看我们穿单上，就是这边。那他本来忽略过84、44这些过完了。你那在拉，那我就包2份。
没有读到名字。嗯，刚刚有离地哦，没有吓到。我就先不按照我自己的字写。都是你玩游戏，只要搁上面直接。对，然后你桌出门只要带在小台的主机出门就可以。对，它这两个是你平常要用，如果要读卡的话是接在一起，是成为一体。嗯。没有画面。看一下。而且我们还玩了半小时。他也可以把你卡夹里面的资料给读出来保存，也可以改写存档的部分。对，你可以读出来，也可以取出来，也可以读进去。嗯哼，就是这些。对，主机。好，如果他不能跑，也不用太难过，没关系，那很正常。我真的是水手超两块，所以，但是他像文信跟各方面还是会有。那如果他把硬石头进去，有没有可能不能跑，变可以跑？很难讲。对，因为他有，因为这个我没有确认，嗯，因为厂商不在这里，没办法，我理解了。哦，认识就有辨识到，可能刚刚没有，我先直接试一下。嗯，确实有，还有抓到名字，可是没插好。拿起来吹一吹啦！以前对任天堂都说不要吹，说了吹卡夹是一个会吹二三十年不吹会痒了。对，拿个空卡夹吹啊！以前什么秘技都有，拿橡皮擦擦的，橡皮擦比较正常。真的有用？对，真的有用，因为金手指板就是对接点板，就是用橡皮擦擦的。你有玩？你这么年轻也有？对对对，很正常。都围在这边的话，都是都三四十岁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吧？那像是年轻人没玩过实际，好歹玩过模拟器吧？不一定，老实说真的不一定，因为说现在游戏那么声光效果那么好的情况下，那个以前后面那个客人就对啊，巴菲特，那你为什么要玩麦克？那真的只是一个游戏性的问题啦，老实说。要用 S P 来跑，一旦卷卡了，对不对？就不正。对啊，你问他们现在什么是帕瓦卡丁车，他们都认识；但你问他们什么叫超马里奥赛车，他们不一定都懂。马里奥赛车还有在出新游戏，可能对，可能还会懂，对，这可能还会懂。对，路易斯赛车可能就没有懂。这个太少人知道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对啊，不要你直接挖那一块，就什么都知道啊。所以可以耶，他可是你看他是有资料的，可是刚刚那一片可能没有资料，可能要再读一次，因为其实卡片里面应该是有资料，他是没有抓到。对嘛，我的认知是这样子。而且我还拿那么大的游戏，对不对？我们拿 FF6 这一台售价那么贵，海外还没有定售价，但日本那边的话是预计。